麻烦老师来找一下哈，你在 YouTube 这边，你去搜寻一下树文老师吧。你就会看到我的频道的，当然你从我部落格进去也可以啦。好，我这边有没有找到？有看到吗？你自己的，你可以先搜寻看看哦。这种关键是这样找，所以你当然找到影片都是我上传上去的，所以你随便找一个点进去。随便找一个点进去，你不用再看里面内容，您直接看一下哦。我现在也才上载这个600多部影片的不多。你从这边按这里有没有？我们刚刚找那个播放清单不是这样找吗？对不对？你随便按一个影片进去之后，找它左上角那边有一个上传者是谁？好，你从这边就可以找到我的播放清单。好，你看右手边影片。里面的播放清单，这样老师就有看到了，有没有？都是一些延禧的那个，我大部分就是把延禧的影片把它放上去了哈，这样比较方便，因为有时候能这样，有些老师回去要再看一下的话，比较方便一些。这样您大概了解意思了吗？好，所以如果你要建立自己的怎么办？请先用您的账号先登录一下，来，有没有？右上角这边你可以先做登录，确认一下是你的名字就可以了。进来了之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叫我的频道，怎么样？我的频道，你再往下找，这里有一个叫做影片管理员，我们要的是这个。好，你找到就是在你的账号的这个。这边你把它点一下，好，到这边点一下，会有一个叫影片管理员。那这个里面呢，包括说你浏览过的，或者你有订阅的，都会进入到你的那个影片里面。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是蛮可怕的啦，现在走到哪里都有跟踪到哪里，影片在网络上啊，所以你在网络上的行为是这样，真的也不是隐形的哈，到处都有那个程式在帮你做记录，在收集你的偏好。好，那我们进来之后，你们看一下影片管理员。好的，进来这边了。那您可以看一下这里，在左手边，你看左手边哈，左手边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上传影片，对不对？好，上传，那这个是您自己的。那么您也可以发现说，哎，我这里，我们刚刚如果你有找到。你看你有加到我的最爱的，或者你有按一个赞的，有没有喜欢呢？不喜欢的，哎，也可以从这边去找，好，也可以从这边去找，就是说你曾经看过的，或者你自己上传的，甚至你查过的，对不对？你曾经看过哪些影片，它上面都有，你查过的，所以搜寻记录里面它就会有刚刚我找的这个林书豪部分。好，不管你从哪边，你自己上传的也没有关系，好，自己上传的也 OK。那么只要你找到了，比如说像我现在，我刚刚有一个是搜寻记录，好，你看有没有林书豪，对不对？好，你也可以从这边把这个加进来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这里左手边，假设你已经 OK 了哈，我在左手边这边有一个叫播放清单，你可以先好，这个播放清单就有点像目录的感觉啦。好，你就可以来这边先把目录建好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再把你找到的影片就加到那个目录里面去就好了。好，就加到那个目录里面去。所以你看哦，我们来这边播放清单，我把它按一下。好，我先来这里新增播放清单，有没有？这个新增播放清单，好，比如说我今天。好，假设就这样，我就把它建立起来，这样我就有一个。好，但是各位要注意一下哦，你建立完之后，他会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是要公开的，
还是私人的？因为有些时候其实你的清单只是为了自己整理方便，并不是要给别人看的。好，所以你在建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，因为很多人哦，他很讨厌是预设只是公开，结果你没有事实上，然后有一些你搜寻的不适合的关键字，就会出现在上面，这样你的隐私权可能就会受到侵害哈。所以说你稍微注意一下，私人的，如果你是私人的，麻烦这个就不要让人家再去喜欢不喜欢了，反正你自己喜欢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。所以我现在是公开的啊，所以我就把它按确定储存。OK， 那现在这个是一个空的资料夹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刚刚哈，你看哦，我现在呢，我重新回来我的这边，因为现在里面没有嘛哈，你可以查看所有影片，从这边进来也可以。好，我从这边回来比较快哈，影片管理员，我就把我中午上传的。我哪一个影片要放进去，我就把它勾一勾。好，勾好了。OK， 勾好了之后，这里就有一个新增到哪里，有没有？你只要把它选好之后，我就可以从这边新增到我的简报里面了。好，就是那个清单里面，我就把它加进去。好，一样是属于公开的。新增到这个，啊，这个新增是这边，好 ，OK 的，这样我的那个清单里面就有了，播放清单就有这个，有没有？这里面就总共有九段影片。那么如果你从我这边来看的时候呢，到我的频道，精选影片，预设是精选影片哦，所以你不会看到，但是你在影片里面就会看到我们的播放清单已经放上去了，这样各位会了吗？好，所以您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的话，把一些比如说您教材上会用到的，是可以做一个资料的整理，要不要公开由您自己决定。好，至少就是说您在整理资料的时候总是比较方便一点。有些影片你不喜欢下载下来没关系，至少你知道有哪里可以找得到，总是下次万一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一点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在 YouTube 的部分呢跟各位稍微简单介绍，有没有个人影音频道还有播放清单。好。